今仔日我真欢喜，坐伫阮人诶中间。我较欢喜诶就是，我真啊侪年啊无听到正方言诶诗歌，阮人听诶唱甲真正好听。哎，今仔日早起，我买一个来提淡薄诶点声，来用主诶话语来互相鼓励。我本是屏东诶人，离开这边二十几年啊。所以我逢人讲福建话，唔知拢会晓听，但是不要听拢举手起来啊！咱人平平来祈祷好无？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你上次听弟兄们有一个机会，今仔日早起来伫这边，主啊，你囡仔也教牧师，我人会通又邀请到伫云顶堂来伫这边，来感谢弟兄们分享主的话语，主啊，我也要感谢你。我祈求伫这个时阵，你的圣灵亲自来运行，运行到伫我人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借着你今仔日早起所要讲出的话语，你的话语真侪灵力，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人每一个人的思想，你的话语来改变了我人的生命。祝我将这个主会完全交伫你手中，求主你伫遮，你来帮助我人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。阿们。但是咱今仔日早起，咱若要读一段的圣经，就是记载到伫马太福音25章头一节。马太福音25章头一节。啊，到底这边咱若要拍出来，哈，若是咱无开圣经的，会当到底这边，听有人甲我白白来读好啊 ？OK， 啊，马太福音25章第一节，来白白读。彼时，天国好亲像十个童女，拿了灯出去迎接侍郎。其中有五个是富公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这五个的拿了灯，却无比万油；聪明的拿了灯，佫比万油落伫器皿的内面。侍郎宴席的时阵，伊人拢来，伊人家了拢从。啊，杜家驹困了，外面有人喊着讲，新娘来了，有人较要出来迎接伊。遐个童女就较要起来收拾伊人的灯。富公个对聪明讲，请阮淡薄油予我，因为我人个灯差不多要熄了。聪明个回答讲，哦，我今无够我家己用，啊，无你家己去买油个所在去买啊。伊人去买个时阵。行晒就到了，迄、那个比办好的就甲伊慢慢接去坐下，门就开了。其余的公路随后就来，伊讲主啊主啊，跪着我人开门。主公回答伊人讲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，我无尽白路，所以你人特别谨慎，因为一个日子，一个时辰。你人唔知影13节，所以你人就要警醒，因为迄一个日子、迄、那个时辰，你人唔知影。请咱来看一个短短的影片好无？你人注意来看啊，迄无声的，就是讲台湾的人读的这个圣经节啊，这是真正特别用手画出来的啊。这就是暗暝时，有十个这个童女兼行了迄个灯，兼在祈祷欢迎加赛迎接。到底打的时阵呢？伊人行的灯，伊人变白了，伊人的油，为迄个弟弟。了，伊人过另外过下条，就是要去迎接加赛啊。啊，伊人到底一边在听台？手的那灯开过多久？啊，一直在倒掉，我看到伊灯有油有灰，但是灰呢无够油，扛起也失去了。哦，驾驶来了，驾驶来了，伊人吹呼，两个驾驶就这样。所以所有的动物呢，伊人就点伊人的灯要迎接驾驶。这个人的油补起了，灯红起了。
伊去买的时阵，倒转来的时，门扛起了，然后主啊主啊，替我开门。伊讲，我无尽白露，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要讲的真正主要的问题。大师还未讲到这一个这个故事的时，你小可讲下伊人去死哈。伊人安怎娶新娘？这安怎是教伊呢？甲咱人这边有淡薄的不相。到底迄个时阵哈，伊人呢哈要教伊时，比如前下一礼拜，我就夹娶新娘来到大伯的厝。咱人是上一日哈，伊个娶来到伊人的厝，了佫准备了十个动物，就是咱人讲新娘伴哈。坐伫甲迄个大伯啊，囝婿的厝天台，到甲伊一日要交银的迄一日呢，伊囝婿啊，你着大声去迄个厝，也来讲方便行来行去做咩呢？就是达达惊的啦，干了要改恭喜啊，要娶新娘了啊，恭喜啊，要娶某啊，今仔日食，伊去迎宾的时阵，都有人来恭喜，了有的人呢，就请伊食啦。咱迄个囝婿啊，要几点都转来娶新娘，要开大个宴席，无人知。所以这个十个动物啊，同我来讲，也着顶个这动物就是这个新娘花。伊人就要准备伊人个灯，伊人个灯内面要下油，就是关掉个。那是一下听你讲囝婿来了，囝婿来了，有当时三更半暝，你知？伊人就要靠咧。呀，伊人会灯啊，出去了迎接迄个囝婿，了有几吗？带迄个囝婿进到伊人请坐的所在，只了一下尔哈，一个囝婿坐进了，迄个门就开了哦，无过等较开门呀。咱人这边请坐的人，我七点、八点、八点半过来哈，无啊。这一个故事内面，就是讲到有一日啊，咱的主耶稣要来啊。因为来的是无人知，圣经讲，迄个日子，迄个事情，无半人知，只有天父会知。所以呢，因为咱唔知是虾米点声，因为来呢哈，所以咱人一个灯啊，特别准备好时，灯内面呢特别有油，点起来的时是贵。啊，假使来的时有迄个贵的咯，把假使。坐到这个车道的所在，所以这一个十个新娘伴，伊人的这一日都是要备办迄个灯。这个灯呢，就是代表啥物呢？就是代表到咱人基督徒，咱人信主的人，你的生命，到我的生命，咱人的内面呢，都要有油。油是啥物呢？就是圣灵。当咱人相信主的时，圣灵啊，就将主的生命入到咱的内面，来到咱的内面了。咱有主的生命的时，咱要活出主的生命。咱人常常要来发光的，咱人无过住伫黑暗的内面。所以咱人是需要圣灵，所以咱人的内面圣灵就是上加迄个油。有圣灵伫咱的内面的时阵，改变了咱的生命。咱的生命甲以前是无相的。咱一信主了的时，咱昨天行出去教会外面的时，达达人看到咱的生命，有真啊侪人看到是无相的。哎呀，阿姑你跋脚，阿咪是你当去无跋脚呢？阿姑你常常去老人的哈，哎，当去我甲会老实，出来去做工，迄个生命是无相的。所以咱人的信主，上加是一个灯。啊，内面有了圣灵，咱就是发光。咱行出到外面的时阵，咱的生命是就一个光。咱的生命就是上加阳光的快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人有时信主了，哦，趁着到底天堂定了一个位，啊，上咱人去吃好的时先定，来客栈内面的一个位就算了。咱人会做咱的生命，咱人随随便便。啊！何里何何来挂？虽然牧师昨天礼拜等会讲，主爱来了啊，都要有圣洁的生命。主爱来了，咱以前过的那旧的生活、犯罪的生命，未使阁有了。咱的身躯都
要有圣灵伫内面点甲归归起来哈，爱来迎接主过来。但是因为咱是一个等圣经的内面就是讲主爱快快过来呀，一日等。我甲你讲，我等一世人了，主阁无来过。是我是毋是因为等甲安尼久几十年？我细汉真正细汉，我就信主了。是不是讲我等了几十年，主唔来呢？无啊，你定着伊要来，是早到晚的问题。那我咧等掉安尼几十年，我要安怎来做规？要安怎来做点呢？哦，咱就是要来共同来读圣经，有主的话。阿妈，你人有看到哈？跟迄个公的这动物，伊人去买油，当中伊来的时，伊一下出去去买的时，哎呦，惊死来了！买有了，较尾个走走到对来，伊较早的时，甲这个聪明的动物讲，好，我淡薄油啦，好，我来，我烧家己面打了，因个大人油直直点掉，等惊死来。伊人的油，戆的人油就买无了，但是伊无去买，伊想讲，哎呀，压袂过啦，无安尼快啦，无在个想到我咧想，我等甲几十年了都无来，为人就真正青菜，啊，就咧爱困。当我圣经的内面讲，咱人就要坚信，这就是咱今仔日早起第一重要的。我要鼓励咱人就要所有相信主耶稣的人。咱就要坚信，咱若有通天天去上爱困，规日去享受世界的快乐，哈咪是是坚信呢？咱人到这边呢，哈，看到达达人喺厝，哇，有嗰个铁器啊、铁汤啊，一个个一个，内面个一个，外面个一个，咱是咧做哈咪呢？咱就是咧坚信着，惊讲迄个拆。时系接来的时阵，好，咱人找有一个保护。咱听到声的时阵，咱要可咪起来拍电话叫妈爸，也是喊物件，都要警醒。警醒就是喊咪，唔敢正正困。今仔日有真啊侪基督徒，一个新主人哦，无插了路。我后过我是去天堂的哈，我无讲真啊细字，过我应该过一生。过着一个圣洁的生命，就是哈个时阵，主比我主耶稣来的时，我们甲主耶稣白白坐一下。这个戆的这个啊动物哈，伊人就是咧讲，哎呀，买个去买油了啦，伤费气啦。等到我的时，也爱困了啊。咱是不是等咱的主？